哎，薛文，如今媚娘能与皇上双圣临朝，这是可喜可贺的事。你为什么叹气？依我看，上官仪即将大祸临头，这是他咎由自取，竟然起草废后诏书。 这何尝不是皇上的旨意？可是，皇上也不能怪媚娘。她体弱多病，若非媚娘从旁佐证，今日的国事岂不可虑？话是不错，媚娘是锋芒太露了点，难免会引起人家非议。一个没有仇敌的人，必定是庸俗之辈，能收敛一点，总是好的。不过。 上官仪已是孤掌难鸣，对媚娘来说已经不构成威胁，而且人已老迈，何况她毕竟是位忠贞老臣，媚娘应该可以放她一马。媚娘恩怨分明，恐怕劝她，她听得进吗？忠言必是逆耳，可以换个方法。 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婉儿，爷爷问你，你将来长大以后想做什么？嗯，我还要像爷爷一样，在朝廷做大官。不，婉儿，不可以做官。为什么？ 你是一个女孩子，女孩子不能做官。即便你是男孩子，也最好别做官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嘛？爷爷讲这些话，等你长大之后，你自然会明白。不，我要爷爷现在告诉婉儿，我要爷爷现在告诉婉儿嘛。<笑>婉儿，不可以纠缠爷爷不放。娘。 爷爷告诉婉儿，说婉儿长大不能做官，这是为什么啊？因为你是一个女孩子家，来，跟娘到房里去，娘教你写字，来。 启禀老爷，王福盛公公在门外候见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奴婢见过上官大人。王福盛，起来吧。谢大人。你来找老夫，莫非是怕武后对你采取报复？不，奴婢是来禀告大人。 这件事都是因奴婢而起，而且如今武后更加有了生杀大权。不要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些什么。今日临朝，二圣并列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，可见武后有超乎寻常人的智慧。奴婢死不足惜，大人请早做防备。王福盛。 我想武后还不至于报复于你，您放心好了。明早老夫去觐见皇上。大人珍重，奴婢告退。
爹，挺直啊，也回来了。啊，爹看起来好像心事重重。没什么，你进去吧。是。 娘娘，许晋宗许大人、李义府李大人求见。宣。遵旨。娘娘有旨，宣许大人、李大人觐见。臣，许晋宗府，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。 平身，谢娘娘。皇后娘娘，如今与皇上同为二圣，已与天子无异，实乃可喜可贺，臣等莫不由衷祝贺娘娘。哀家本无心，无奈皇上体弱，不胜复杂朝政的负荷。 又抚念哀家长久居于竹帘之后听政，多有不便，才让哀家与皇上并肩临朝。娘娘，此乃顺天应人之举，天命之所系，无人能阻，无人能反，顺之者昌，应之者吉。 此乃顺天应人之举，天命之所系，无人能阻，无人能反，顺之者昌，应之者吉。许敬宗，臣在。你说得好，既然是顺之者昌，应之者吉，反我者，阻我者。 岂非该死！娘娘说的对，臣与许大人愿为娘娘披荆斩棘。哼，很好。臣遵旨，臣告退。 你们都退下吧，刺客已经走了。是。臣该死，让刺客逃走了。程统领呢？程统领出宫去了，他说要去找明大人。
刺客的身手，你们绝非他的对手。但哀家相信，刺客无意真的要取哀家的性命。那刺客的用意何在啊？他的用意，只有哀家知道。如果刺客存心要哀家的性命，哀家早就没命了。臣该死。臣程南英叩见娘娘。南英，刚才闹刺客，幸得裘勇赶走了刺客，救了哀家。臣该死，请皇后处臣失职之罪。你交差给裘勇，何罪之有？谢皇后不罪之恩。裘副统领，你身为副统领，何以让刺客侵入你都没有发现？你这副统领是干什么的？属下失职，属下愿受程统领的处分。哼，虽然娘娘已经不再追究，但是我也有责任。下回若有此事发生，绝不宽待。下去。是。臣告退。南英，你见到了学文没有？见到了。你们谈些什么？谈起娘娘。如今，娘娘与皇上并列二圣，并肩临朝，尊严至极，可喜可贺。南英，你有所不知，在此之前，哀家几乎坠入了18层地狱，侥天之幸，才度过危机。娘娘，此话怎说？小顺子，奴婢在。哀家对日前所发生的事，有心有余悸。你来告诉程统领吧。遵旨。陈统领，事情是这样的。真有此事？原来如此。可见娘娘福大命大，才能因祸得福。这也是平常娘娘善待臣下等，心怀慈悲，上天赐福给娘娘。皇上，请服药。小顺子，王福胜呢？你不去伺候娘娘，怎么来伺候朕呢？王福胜已经一天一夜未见人影了。娘娘到荣国夫人府去了，特命小顺子留下来伺候皇上。哦，没事了，你下去吧。遵旨。启禀皇上，
上官大人想要觐见皇上。上官仪，宣。遵旨。宣上官大人觐见。老臣上官仪叩见陛下。时臣谢陛下。老臣启禀陛下，求陛下救微臣一家老小的性命。啊，上官贤心，是谁要嫌弃你一家大小的性命？臣不敢说。臣敢问陛下，可知王福胜已经被处决了？啊，王福胜死了？你听谁说的？老臣昨夜在书房读书之际，忽有夜行人出现在窗外，以镖书示警。镖书？镖书在此，请陛下过目。王福胜死了，难道是因为他向朕密告皇后之事？臣也有同感。王福胜忠于陛下，落得如此下场，臣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情，特来向陛下为一家大小性命请命。臣年已老矣，死不足惜，为一家大小何故啊？皇后也太不应该了。朕立刻召皇后详议。你放心回去吧。臣谢陛下隆恩，老臣告退。小顺子，奴婢在。传朕旨意，请皇后尽快回宫，朕要见她。遵旨。敏之，你长大了，虽然圣上封了你的爵位，可是你还是要好好的用功，将来才好为朝廷做事。谢皇后娘娘栽培。叫我姑妈。姑妈。嗯。在自己家里，不必用宫廷礼节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大内的公公小顺子快马赶来，说我急事要觐见娘娘。快叫他进来。遵旨。小顺子叩见皇后娘娘及荣国夫人。小顺子，快起来。谢娘娘。你不在宫中伺候皇上，赶来见哀家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回禀皇后娘娘，皇上要皇后回宫，皇上在紫宸殿等候娘娘。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上官仪大人刚才觐见过皇上。那又如何？上官大人提起王福胜的事，而且又请求皇上保护他跟他的家人。皇上显然是非常的不高兴。媚娘，娘，这只是点小事，你放心好了，女儿还不会放在心上。小顺子。奴婢在。哀家现在就去见皇上，你去把李义府和徐俊宗两人找来，就把皇上找哀家回宫的事告诉他们。奴婢遵旨。叩见皇后娘娘。臣妾叩见皇上。皇上急旨召臣妾回宫，敢问皇上有何懿旨？
起来。谢皇上。皇后，只因事关上官仪一家大小的性命，所以朕才急着请皇后回宫。事关上官仪一家大小性命，难道刺客要刺杀臣妾不成，转而威胁到上官仪了？什么？皇后遭刺客？这何以不知？臣妾虽有惊，但无险。皇上龙体欠安，故不敢惊动皇上。那刺客人呢？北城南英和裘勇为煞，喜因刺客武功甚高，被其逃逸。皇上关心大臣安危，臣妾也很关心。皇后，朕有一事问你。请皇上明示。王福胜被处死之事，是不是皇后之意？什么？王福胜被处死？敢问皇上，王福胜被处死之事与臣妾有关吗？这……王福胜只是一名太监，臣妾代皇上处理朝政，虽不敢说是日理万机，却也是够臣妾日夜忙碌的了。臣妾哪会有精神去理会一件太监的案子呢？是啊，朕也是这么想。敢问皇上，皇上就是为了王福胜的事召回臣妾的吗？不，皇后别误会，朕初以为王福胜被处死是皇后的意思，进而与上官仪有关。皇上，臣妾不明白皇上说这句话的意思，请皇上再说清楚些。是这样的，上官仪刚才来见过朕。他又怂恿皇上废了臣妾？不是的，其实上官仪很可怜，自从他为朕起草诏书，心知触怒了皇后，他担心遭受皇后的报复。皇上，恕臣妾无礼，斗胆说一句话。此事皇上大可不必召臣妾回宫。臣妾一直在皇上与忠于皇上的大臣们之间苟延残喘，惶惶度日，亦有差池，如非遭废，既有性命之忧。臣妾怎敢招惹于他们呢？皇上可以直言保证其人的安全呢。皇后，你别生气，朕处理此事是有不对，朕向皇后致歉。臣妾不敢，请皇上不要折杀臣妾了。皇后请起。朕与皇后并称二圣，皇后与朕平起即可。谢皇上看重臣妾。奴婢启禀皇上娘娘，李义府李大人、许敬宗许大人求见。宣。遵旨。皇上有旨，宣许敬宗李义府觐见。皇上有旨，宣许敬宗李义府觐见。臣许敬宗叩见皇上娘娘。平身。谢皇上娘娘。两位贤卿觐见皇上，有什么要奏明皇上的事吗？启禀娘娘，前天晚上的刺客虽然被逃走，但臣已经知道幕后的指使者之一是谁了。指使者是什么人？
就是王福胜。什么？怎么会是他？启奏陛下，起初臣也不相信，可是找到了与他同房的李林光，证实是王福胜害怕娘娘对他不利，故而抢先下手收买刺客谋刺皇后。原来如此，可恶的王福胜。许贤卿，那王福胜的人呢？臣以为王福胜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太监，何敢甘冒大不韪，必然幕后有高位者撑腰，因此臣拟逼问幕后主使之人，不想王福胜当场撞墙死亡了。皇上，现在皇上该明白臣妾的处境，必知上官已矣，其威胁有过之而无不及吧。这一切实是朕无德无能所致。两位贤卿，朕下旨给两位全权调查本案，务使水落石出，一旦查出，不论其在朝的身份地位，一律从严纠办。臣遵旨。自娘被逼自杀后就没人住过，怎么会被是娘鬼魂出现呢？胡说。娘，女儿知道娘是被冤死的，女儿一定会为你报仇。你是谁？你们又是谁？大胆！太子殿下问话，你敢不答？奴婢叩见殿下，奴婢贺兰容，初次进宫，若失礼仪，请殿下原谅。起来。谢殿下。见过陆王爷。参见陆王爷。好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寝宫里？回禀王爷，是皇上赐住的。据说我娘以前曾经住在这里。你娘？你娘是谁？贺兰氏，曾被皇上赐封为韩国夫人。臣许敬宗叩见娘娘。平身。谢娘娘。两位贤卿久等了。启禀娘娘，臣获情报，废太子陈王忠虽被外放左迁为房州刺史，然近来极不安分，
勾结朝中大臣，图谋不轨。哦，你们说陈王忠与朝中何人勾结？娘娘，此人大有来头，且与谋刺娘娘之人有关。陈王忠与此人之联络，则由王福胜担纲。此人既然与谋刺哀家的刺客有关，更好办事。两位不是已经得到皇上的懿旨，不论其在朝的地位有多高，一律从严就办？启禀娘娘，此人乃朝中的重臣上官仪。果然是他，哀家早有怀疑。两位贤卿，立刻抓人。启禀娘娘，臣以为先把陈王忠贬为庶人，再从房州流放到黔州去。赵准。然后再捕上官仪，抄其全家。有刺客。娘娘请快回宫。请娘娘回宫，让臣去叫御林军来保护娘娘。不必，哀家不相信这个刺客能杀得了哀家。启禀娘娘，微臣无能，又让刺客逃走了。这个刺客武功高强，哀家不会怪你的。谢娘娘不罪之恩。你下去吧。微臣告退。娘娘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两位贤卿请先回府，明日依计行事。是，臣告退。王爷，你身体不好，应该多走动啊，让我们陪王爷到外头散散步吧。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王爷，不要叫我王爷，我已经不是王爷了，我迟早会死在武皇后的手上。王爷，不要叫我王爷，听见了没有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武皇后收买了你们，是不是要带我出去把我害死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，奴才不敢。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吧，我不愿意看着你们有事没事就矮了半截。是。既然王爷不出去散步，那就不要出去了。王爷吃饭了。我不要，不要！这剩饭里面有毒啊！你们想害我？我知道，你们想毒死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圣旨到！圣旨下跪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陈王李忠自左迁为房州刺史，即怀怨朝廷，勾结大臣上官仪谋反，案情重大。唯念陈王曾为太子，饶其不死，自即日起废为庶人，流放黔州，钦此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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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
我李忠勾结朝中大臣，意图谋反。父皇，儿臣不相信这是你亲自下的圣旨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放过我，吴后？为什么？阿福，老爷，时候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，不要在这伺候我了。不，老奴想多陪陪老爷。啊，不要。不要慌张，上官大人，小人斗胆以标书告知大人两件事实：其一，陈王李忠已自房州刺史之职被废为庶人，流放黔州；其二，今晚二更，李义府李大人、许敬宗许大人将亲自带领御林军副统领及20名御林军前来捉拿上官大人。另外，上官大人家小将被抄斩。小人知大人乃一忠心朝廷大臣，特来相报，请大人急谋对策，遣走家小，尚可逃得一命。啊，这是真的吗？阿福，老奴在。叫少爷少奶奶到大厅等我。是。武皇后啊，武皇后，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跟你有恩怨的只有我上官仪一个，为什么连我的家小你都不放过？我上官仪一生忠贞为国，难道要落得如此的下场吗？你知道我爹叫我出来有什么事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老奴只知道，刚才老爷接到一个夜行人的镖书。镖书？是啊，我只知道，那个夜行人叫老爷带着一家大小逃命去。哦，爹，还是听说您接到什么镖书了？所以我才叫阿福叫你们赶快出来。爹，镖书上怎么说的？年纪大了，行将就木，爹在朝为官，上无愧于天，下无作于地，死也要死得清清白白的。因此爹不怕死，爹担心的是你们，你们是无辜的，你们还年轻，你们不能死啊。不，要死，我们一块死；要走，我们也一块走。爹明白你的一片孝心，可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们还要为我们上官家留下一点血脉。你们快去收拾一下，顺便把所有的家丁叫起来，每人给他们500两银子。到外地去谋生吧。爹，你不走，叫我们做子孙的，怎么忍心丢下你一个人就走了呢？爹，媳妇儿求你，求您跟我们一块儿走吧。爹不能走，爹走会拖累你们，那你们就走不了了。
何况爹一生十军之路，君要臣死，臣不死为之不忠，你们总不能让爹成为一个不忠的孽臣吧？爹，听之，你们带着婉儿离开京城，走得越远越好。爹，爹。小顺子，陈统领，这个猫啊是午后的大忌，万一……小顺子，我也是对娘娘最忠心的人，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你难道不明白？我当然明白了，因为上官仪也是忠良之一，您不忍心见他死，一家人被抄斩。不错，更重要的是我不愿看娘娘杀戮太重，有干天河。哎，既然是为了皇后，我小顺子就算死也要拼他一拼。小顺子，谢谢你，记住二更的时候立刻在紫宸殿外放猫。我走了。猫啊猫，你行行好，现在千万别叫，到你该叫的时候你再叫啊。叩见娘娘。南英，快把猫赶走。猫？没有，哪有猫？原来是我刚刚假寐了一会儿，做了个噩梦。娘娘，你太累了，还是回寝宫歇息吧。嗯。不。娘娘还有事吗？南英，我已经有两次险遭刺客之害，所以我特地把你留在身边，等候刺客再来，好让你把刺客抓住。娘娘，我想刺客不敢再来了。已经有两次了，难免有第三次。南英，你肯为我守一夜吗？娘娘，别说一夜，南英愿意永远守在娘娘身边。南英，哦，南英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快二更了。快二更了。娘娘。哦，娘娘心中好像有一份悲愤的仇恨，大概是被一连串的往事干扰了我平静的心湖吧。娘娘，微臣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。既然如此你就别说了。娘娘，我心情不好，有什么话过了今夜再说好吗？天风
是